吃好吃的卤菜。哦，这个地方也是特色，这个卤菜。走着来，这速度。等着跟慢个片。这个猪头多严谨呢？这个只能80。哦，这个呢？这尾巴60。啊，60，我们来两个尝尝。跟尾巴拼不着吗？不，尾巴跟猪头是拼的。然后再搞个猪头子，跟个慢个片。才要吃猪头肉吗？啊，吃烤肠了就不吃猪头了。尾巴拼什么？尾巴配猪头的呀。嗯，哦，咱就吃的。啊。你老肉没有了吗？老肉有啊，奶奶老肉，你看你的，老人45，胖子，哎，我们搞两个卤菜，再给他烧两个菜，快，好，好，搞两个，搞个那个肚子，跟那个，这搞个肚肉，搞个老鹅，啊，搞个老鹅干啥？好，搞个老鹅，搞一小盘子老鹅肉，好，这家的这，那吃了菜都卖完了，你，生意，这叫路口。往地面去，路口饭店最好一家。这个大肠多少钱？大肠90。90。哦，跟那个一样的，跟那个叫什么马蹄。哎，价位都基本上差不多。马蹄能做哪样？你要喝，有的人卖45，有的人卖48，这价位都差不多。好，那我搞吧。好，你搞。老肉，哥们。便宜的。具体40。再给我搞个拼盘。好，这个也是肥东特色，它是卤菜，焦糖的。新面卤的，牛肉多少钱斤呢？牛肉啊？啊。100块钱一斤。100块钱一斤。这只有新面牛肉才能这个价格。当教制，这是你看。连口大火叫卤菜，再上鹅血特色。好的，卤辣椒特色。啊，卤辣椒。哦，还有卤辣椒，来一份卤辣椒。啊，卤辣椒。卤辣椒。特色鹅肝虾脯。分开的，就是菠菜。腌好的那个是吧？菠菜，我知道菠菜，我爱叫菠菜。220块钱一只。好了。陆安那边，这鹅肝，这是猪肚、猪耳朵、老鹅肉，你尝尝它的老鹅肉怎么样，张总？这是，我觉得少进菜，他这，我怎么一直吃，我感觉到咸，我们胃口淡，都感觉到有点咸了。不吃这辣椒，我马上看啊。你看这两个肥东弟兄呢，都吃正好，我们挣钱了。我和我的朋友吃香。肥东特色菜泡饭，我来个菜泡饭，菜吃的也差不多。他这个菜，他们的吃惯，我跟赵总俩就吃不惯了。这个给他有点咸了啊。来，喝一碗啊。菜泡饭快活啊。我一般过几个菜了，我就喜欢吃菜泡饭。养胃，你这样菜泡饭，我们叫这样菜烫饭，我们叫点烫饭。